好，我们正式开始今天加入科学广场哈。好，谢谢各位来到加入科学广场活动现场。然后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央大学物理系朱庆琦，然后是加入科学广场计划跟活动的主持人。很感谢大家今天过来哈。那还是先问一下，您是第一次参加加入科学广场的，请举手。看今天有没有新同学？哦。其实都没有新同学，好呀，就是我们的旧粉丝，不管新旧，就是粉丝都是我们非常高兴可以交到的朋友哦。好，今天呢，我要介绍的这一位讲师哦，谢乃月老师，这边有他的名字，这边有他的照片。谢老师，我要怎么形容哦？我们这样讲好了，你要看一个人对某一件事情的热爱程度哦，有一个指标。就是看他退休以后他在干什么。好，你很难想象，谢老师已经退休了，非常优秀的一个科学老师。然后退休之后呢，他更忙，忙着干嘛？全神走透透，到处去推广各式各样的科普活动。除此之外，那有在原民台、原住民电视台或者是客家电视台看过谢老师的举手？你看，马上，哎呦，你自己刚刚看过，所以那个谢老师也帮就是这些频道，就是我们说科普传播的频道，拍摄很多科学节目，然后在网络上都有。所以今天呢，回去如果大家觉得意犹未尽的话，也欢迎上那个上网去看我们这个谢老师之前帮忙拍这些科学影片。然后谢老师同时，因为他的事情，他身份实在太多了，又是中华民国物理教育协会的理监事，然后之前也在台东大学教一个创意学程，所以我说他退休之后更忙，可见他对科学这件事情的热爱。那今天的活动很精彩，不但有动手的部分，我们还可能要带到那个室外去玩很多的游戏，所以大家要有点心理准备哈。那就请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讲师谢老师。谢谢主持人，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午安。午安。好，那上次大家都上过我的小瓶子吗？有。有啊，好，那我现在这些活动哈，你们看得到哈。对，我都会长期的在一个杂志哈，叫做《科技生活》，有连载。好，那像小瓶子那个，它是我把它刊在12月号。好，那但之前的话，还有像这个金汤匙，金汤匙的话呢，我是把它刊在大概是10月号这样子哈。然后金汤匙的内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拿两只普通的汤匙，它一只5块钱。然后可以进行很多物理的，啊，还有生物的，像爆玉米花，啊，还有，一些化学的哈，像现在来讲是，我给他烤那个水珠啊，还有就是煮淀粉啊、变色啊，这样子，还有一些耐米现象哈，还有一些测量，还有架桥，那还有像这种平衡鸟、投石器这样的哈。对，那甚至我们还可以把它做电磁学的活动啊，比方说用个磁铁抹一抹汤匙哈，这个汤匙就可以浮在水面上变成指南针咯。好，所以那老师最主要就是介绍说，身边的小东西哈，我们好好的去想，那它本来是一只铁的汤匙，然后就可以发展出几十种新的用法，那它就把它称为金汤匙了哈，这样的概念。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上的主题，叫做无字天书的科学。那我等一下再看，我这边还有另外一篇要给各位看的光碟。那光碟我把它发表在好像是8月号的那个科技生活杂志，然后这些文章同步在台湾跟大陆出版哈。大陆的话是在上海市，它有一个叫做动手做报，他给国中跟国小学生看的。那我写的这个是给国中生看的，他会发行全大陆啦，这样子哈。那但是他比台湾慢，台湾这边的话我都是先给，然后大陆再后给，所以大概会慢半年这样子哈。那所以各位如果有去订那个科技生活杂志的话，就可以得到第一手的全新的东西哈。那老师我自己有一间工作室，我租了一栋楼，
我退休六七年，然后就喜欢待在我的环境里面弄。如果你们有机会到新竹，可以来找我这样子哈。好，那像这个我是用光碟片，很普通的光碟片，我们可以玩测量实验，然后可以做光学活动，啊，然后还可以做热学实验，比方说弄条线，就可以把光碟给锯开来，还可以做一些力学的平台，啊，这是二度空间的一种那个力的平衡啊，然后还可以把它丢在水面上会浮起来哦，可是事实上它的密度比水还大，它怎么会浮？可能是表面张力吧，但是多丢几个硬币呢，它还可以承载很重哎，所以表面张力也无法解释哈。我这边都有详细的解说，那这些文章将来你们可以在我的网站看到，目前我网站还在建制中了哈，因为东西太多，而且我个人希望我拍365个短片，哎，那这样子大家每天就可以看一个短片，哎，那所以我的工作室我就空一个二楼，准备要当录影间，这样子哈。那目前还在找一些导演在讨论啊，怎么弄这样？你看这个光碟片，我们还可以把它做成陀螺、手摇鼓，有没有？然后还可以做那个什么日月球，哎。还有像这个，这个是我们风火轮，看到没有？这个小女孩玩的，那这是气垫船，啊，那个白头发就是我，啊，这个是线轴车，这很棒的活动哈。那这边也是做一些测量哈，这样。所以小朋友要是喜欢科学的，然后新的东西找，一个是找谢老师啊，另外一个找中央大学就对了哈，好不好哈？那今天现场我请两位老师来帮我哈，两位黄老师举手一下，哎，好，两位黄老师哈，啊，你们不要追他们哈，他们两个是一组哈，啊，来，那他们从台北特别赶下来哈，今天来支援，那我们后面还有好多大哥哥大姐姐，大家先给他们拍手吧哈，因为他待会会忘记。好，那这个小瓶子玩科学，我上次给各位玩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这篇文章，对吧？哎，那这篇文章整理好，我再给各位复习一下。就是说，在一个小小的玻璃瓶里面，我们可以玩到像水晶宝宝，对不对？然后我们还可以把它漂浮在水中央，有没有？啊，然后水晶宝宝加了香水宝宝，啊，那可以当放大镜哦。啊，那现在呢，就是如果我们把香水宝宝给戳破了，本来看不见，但是再加水就可以看到了，有没有？啊，那然后这边呢，如果我们把小瓶子加热，那水晶宝宝、香水宝宝就会自己钻进去咯。那我后来上完这篇课、写这篇文章之后，我又研发一些活动哈。那包括就是说，这个小瓶子还可以做乐器啊什么的哈。对，那然后这个瓶子里面如果装一些沙子，那我们加一些小贝壳，然后再放点醋，它不是就会飘起来了吗？我们上次有讨论过，对不对？说它产生的气体是二氧化碳吗？不完全嘛，对不对？好像空气也有哈，对不对？因为水渗下去了嘛，那空气就跑出来了。然后很漂亮的是这个，是彩虹汽水，有没有？啊，对，我们在里面加了氢氧化钠，有没有？还有加小苏打，氢氧化钠会产生紫色，那小苏打会产生蓝色。那后来我们又再加一些柠檬酸，还有广用指示剂啦。啊，我们今天也可以玩到类似的活动哦，啊，但是不是用小瓶子了啊？这个是摇了就会变色，不摇了它又回去的一个蓝瓶实验。那这边的话是热冰实验，就跟我们夏天的暖暖包有关系的活动啊。那这些小朋友他就是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啊，他们常去玩，所以你们如果想要常常看到谢老师的活动，那最好搬到谢老师工作室隔壁，哈哈。哎，我那边非常欢迎小朋友去的哈，就这样。好，来，那最后这个是，用酒精膏的实验，这样。我是物理老师，但是我现在就，化学的、生物的、数学的什么都做哈。原则上，我们今天玩的是化学，好不好哈？好，我们现在发第一个材料，就是钞票。过年嘛，对不对？对不对？发钱哈，每个人发一张。对，然后呢，
要请大家辨别一下哈，这张钞票是真钞还是假钞？所以要请爸爸妈妈也帮忙拿一张千元大钞出来，不要说你没有哈，对不对？我知道你们现在身上都有信用卡，啊，但是呢，还是请你们拿一张千元大钞出来，我们要做比较，好不好？做科学实验很重要的是，一定要什么组跟什么组。小朋友跟老师讲，什么组跟什么组？对照。对照组跟实验组，对，好来，啊。请问是年底？那个有千元钞的拿出来了，一定要的啦。没有，要拿自己的吧，哈。来，现在小朋友每个人都拿到一张哈，我发的钞票，请问那一张的面值多少？它是一千，它单面要除以二，好不好？啊，要除以二，一千元。那请爸爸妈妈把一千元的真钞拿出来。来，我们比较一下哈。对，现在一个是实验组，一个是对照组。我们的那个千元钞哈，对，它就是对照组。我们的发下去的那个两千元的是实验组。那上面写什么？对啊，你可以去那个实习玩具商店买东西啊。OK， 好了。那请大家帮我辨认一下，我发下去的是假钞，为什么？你凭什么说它是假钞？请说。后面是白的，也可能是真钞啊。你知道有一些钞票不是印坏的吗？反而更值钱，有没有？好来，那所以呢，我们发给各位一个非常犀利的啊，在验钞的工具，来，每人一支验钞笔，大朋友、小朋友，通通都有哈，一人一支。对，把它打开来，它上面有一盏灯。不是的，它是验钞笔。真的打开来，送你带回家好不好？啊，我们要谢谢谁？不用谢谢我啊，谢谢我们中央大学。啊，那小朋友要谢带你来，对不对？带你来才有。啊，好，现在呢，我们用那个灯去照一千元钞票的这个位置。来，一千元钞票这里是不是有一条亮晶晶的？它的旁边，它的旁边本来有一些数字，你用灯照，它就显出来了。有没有？一千元的真的亮亮的旁边。好，那个要切换的话，就麻烦你一下，来，帅哥，帮我切。来，妹妹借我一下。好，我们现在切换了哈，大家看一下那个荧光屏，来，镜头拉近一点。啊，我们看一下那个荧幕，镜头拉近一点，照到钞票这个位置，亮晶晶这里。OK 了哈，来，现在看呢，用眼睛肉眼看不出来这个旁边有什么，我们拿个灯一照，有没有？这里有没有一千？哦，这个太亮，看不出来。来，谢谢。没关系 ，OK。对，大家就看到旁边有没有看到一千的数字？有。OK， 很棒哈。好，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钞票，这个上面。有一些那个会亮亮的那个纤维，有没有？那个叫荧光纤维。对，荧光纤维。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无字天书。本来它有写字，但是隐藏起来，我们用方法把它叫出来。但是一般人认为的无字天书是化学。那谢老师就设计了有物理的无字天书跟生物的无字天书。好，那这样子讲的话，我就要问各位小朋友了，为什么这一盏灯照下去以后，那个隐藏的一千会跑出来呢？谁知道？是我们对，这个几年几班几号？啊，什么国小？
麻烦国祥哈，好香啊，来给他拍手哈。他说的，因为我们这个灯里面有紫外线，好不好？小朋友跟我念紫外线。紫外线。对，紫外线一照呢，那个很多东西就原形毕露哈。好，那它的原理呢？看来抬头，哎，小朋友抬头看，上面那叫什么灯？日光灯里面呢，有一种叫水银的东西，它被紫外线照到以后呢，啊，它没有，它被电子打到以后就发出紫外光。那紫外线的话，人眼睛看不见，所以它的表面呢又涂了一层白白的，啊，那个呢就是什么氧化锌啊、硫化锌那一类的，然后它就会发出一些可见光，是这样的哈。好，那个叫日光灯，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拿来做钞票。那我接着又有第二个问题了，请问紫外线人眼睛看不看得见？看不见，所以我才要弄可见光嘛。对，那既然看不见，为什么这盏灯你看到了它的光？你说。那个通常是我们人类可以看得到。看不到，紫外线我们看不见，但是这盏灯你却看得见，为什么？有加东西。有加东西啊，对对，它就是。不是的，就是说它这一个灯里面是掺的可见光跟掺的紫外光，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单一波长，它是一个波段。小朋友跟老师念波段。波段。对，自然界的东西很少是单一的啊，除了像光来讲是雷射光，它才会是单频光，好不好？好，那如果是雷射光又紫外光，它那个一支就要10000块了，我们这个不用啊，这一支10块。就这样哈，但是要谢老师去买才会10块钱哈，你们去买大概要20块这样子哈。好，来，那现在呢，把它变成哈这个你眼睛也可以看得到的这样的光，还有另外一个好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做任何事情哈，什么第一？安全。对，假如说这盏灯开着，它有紫外光。啊，你不知道它开着，这对我们来讲就有危险了，对不对？比方说你照到皮肤，日子久了这边就一个黑斑；照到眼睛，日子久了就看不见，对不对？所以安全的考量，那它宁可紫外光要掺可见光，让你知道。对，第二个，现在我们做任何活动都要考虑到一件事情是什么？除了自己，还要考虑别人，还要考虑未来。两个字是什么？环保，对不对？好，那假如说这盏灯你不知道它开着，但是它一直开着，这样是不是浪费电？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呢要安全，第二个要环保，这个时代任何事情都要考量这两件事情，好不好？好，好，那所以如果不用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关掉哈，免得它照到不该照的地方，对不对哈？但是假如说你希望头发变黑，一直照它有没有用？没有用哈，那是两回事了哈。好的，好，来，那我们现在呢就拿我们的这一支荧光笔呢去照照我们的钞票。哎，假钞有没有会原形毕露的东西？有没有？没有。没有哈。但是今天呢谢老师就教你们把假钞变真钞的方法。来，首先把那个灯关掉，然后把头拔下来，不是你的头了，对，把灯头拔掉。对，有一支笔。好，请在你的假钞上面哈，写1000。然后用灯去照。来，那么用灯去照以后，那个1000有没有显出来？恭喜你哈，你得到一张真钞了，耶、yeah, ，好棒哦！好，来，那么它就是一种福字天书。现在呢，请各位哈用这支隐形笔，在你的假钞背面，好，随便写些字，画一些图。好了，那大家都写字画图好了以后呢，来，我们交给旁边的人哈，或者是爸爸妈妈，或者哥哥姐姐，或者你不认识的人，交给他，让他用那个。灯来照，有没有谁的灯是失灵的？来，失灵的那个拿起来跟那个大哥哥换。灯是失灵的，还有谁？啊，那都好的哦，啊，我们就换这一次了哦，哈。好，来，那各位爸爸妈妈、小朋友来，注意老师这边。无字天书呢，它有两个意涵，第一个意涵就是说。
哎，我把这个隐藏的字给秀出来，另外一个意涵是把隐藏在你心里的东西给显出来。现在爸爸妈妈检查一下，小朋友在那张纸上写了什么不该写的东西，但是也很可能他写的是我爱你，对不对？啊，我如果教一个班都是那个小男生，你知道他们一阵乱写，你知道吗？哎，不，小女生大概都是画花朵啦，或者画洋娃娃，男生哈，嘿，这个需要调整哈，哎，本性嘛，来来，我们看一下，看一下，真的看一下，他会显出很多哈，你家小朋友哈，以前没显露出的本性。哎，但是这种本性也很可能是我们多年教育的成果啊。来，没有了，没有了。我们这个教育其实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跟学校教育哈。那各位爸爸妈妈会带他们到这边来，相信我们小朋友将来都是社会上非常好的人哈。对，对，该捧的都捧了。谢谢。好，来，那现在呢？哎，我们有一个新的问题出来了，来，我们把灯关掉啊，灯关，不是那个荧光灯，荧光笔关掉，啊，荧光笔先收起来啊，放在口袋里啊。对，有个问题，来，小朋友那个问一下哈，有个问题，从前那我们的钞票哈上面没有这种荧光条。那人家是怎么去验出这个钞票是真假？水纹。水纹，哎，用那种那个 ，OK， 那你们拿那个真钞对光看一下，啊，真钞对光，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区域，对不对？有哈，好，对，这也蛮厉害的哈，高手，你什么国小的？木栅，台北来的，哇，台北来的，来掌声鼓励一下哈，这样子啦，谁最远？有没有高雄？我新竹的啦。对，你还有人有没有高雄来的？苗栗的有没有？掌声鼓励一下。没有。啊，不要骗了。都懂我。OK。台中的有没有举手？好，阿公阿嬷住台中的举手。哎，有了有了，好了好了好好。来，现在呢，哎，各位小朋友，从前从前哈，我们有一种验钞笔，用画的。用画的有没有？啊，现在我们每一组呢有一个小杯杯，请每一位拿一支水彩笔，我们有发哈，来水彩笔，来，好，这个水彩笔呢，今天每个人可以带一支回家哈。啊，但是如果你不要的话，就要还老师哦，这水彩笔新的哦。啊，另外我们这边还有一些旧的呢，我们也加发下去哈。来，那我们就。就平均分一下，不见得每个人出不够，啊，可能够哈，可能够，有我那边够。来，我们目前呢，每个人就拿一支新的水彩笔，那老师呢会加发一些水彩笔，啊，那你们可以把新的那支带回家，这样子哈。所以你这样就两支笔了，对不对？还有一张假钞，对不对？对呀，待会再多送你一张卫生纸带回家。我讲真的，那很有用的，因为你给他加持过了，你知道吗？很多东西你给他加持过，那个身价是百倍千倍，有没有？嘿，来，现在我们来给他加持哈。首先，请各位呢用这一支水彩笔哈，把一个小杯杯，白色的小杯杯。里面有一个液体，请把它拿到我们桌子中央来，啊，对，这个杯杯呢，等一下啊，等一下，请，不要沾，太快了哈，好，来，它是一个对你们而言是一个新的物质，各位小朋友，啊，我们遇到新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做观察，请问你应该用你的。身体的哪里来做这个观察呢？有没有别的？鼻子，还有呢？舌头，对对，那个什么国小的几年几班几号啊？对，好棒，加拍手哈、啊！舌头，来，各位小朋友，观察不要被它字面上的意思呢给限制住了，观察要用我们所有的感官，眼、耳、鼻、口、
肤皮肤哈，来，眼睛要看，耳朵要听，拿着那个杯子在耳朵旁边这样摇一摇听，然后呢鼻子闻，闻的时候要记得用酸的哈，对，才不会中毒太深，啊，然后呢可以的话就尝，那，啊，再来就是用手摸，好，啊，现在这个呢我告诉你它叫做碘酒，对，碘酒，那所以这个是可以尝的。啊，要不要尝你们自己决定啊。对，我跟你讲哈，啊，中国人什么都吃，天上的飞机，水里面的轮船，对不对？对，吃了会怎样再说 ？OK， 好，现在请大家呢，每个人就拿那个笔沾一下，然后呢闻一下，这个叫碘酒。对，要尝的就尝，要画胡子的就画。OK。现在请你拿这个碘酒哈，在你的贞操的角落画一下，贞操的角落画一下，这不算回损国币，我们为了实验哈，对，这个钞票的价值没有减少，还会增加，角落画一画，看看它什么颜色，贞操哪里都可以，贞操的角落，来，它有，请问这张钞票有几个角落？八个角落，好不好？八个角落，它足够八个人画。对，不要画太大笔啊！啊，告诉我它什么颜色？黄色。好，请在假钞的随便哪里画，画图写字都没关系了。对，一样吗？没有一个比较深的在前。对，你甚至可以把那个假钞反过来再画。会有黑点的。而且假钞如果画一面，它会生出来。不会不会不会。对。会。会啊，你画太多了。画太深的，画太深的，浅浅的画就好。真的吗？来，请看真钞跟假钞同样的画的这个哈，叫优点。优点是什么样呢？以前叫碘酒，把碘溶解在酒精里。那现在优点是把碘溶解在别种溶剂里面，它比较不会刺激啊，好不好？哎，它有碘。OK， 有没有差别？有，所以以前有在卖一种笔，就这样子画过那个表面就是了。哎，会变黄的是真钞，因为黄的叫没变色。哎啊，那个会变深色的那个叫假钞。对。没有不要用镭射笔吗？啊，问题来了，问题来了，来，各位小朋友，请问为什么我们这个假钞哈？画了以后会变成蓝黑色，好，哦，这个要答得出来的小朋友哈，直接保送中央大学，可能会考上台大，考上台大也要念中大，是，只有中大才有这种课程的，对，对，漂亮，有没有？哎，这几年几班的？啊，这个对，我觉得像哈。来，啊，我们假钞是用普通纸印刷的，真钞是用特别的材料。那有一种树哈，啊，台湾满山遍野都是构树，几年什么国小的复杂哈，啊，我知道台北新店那边有中央印制厂，复杂好像没有，对不对哈，啊？好，来，有台湾有一种叫构树哈，啊，那构树的小朋友，它叶子是五个爪的。啊，叶树那个构树的大朋友，叶树是那个叶子是三个爪的，把它摘下来粘在身上，它还可以，你跳都不会掉下来哈，哦。那构树的纤维特别长，纤维树特别长，那所以做钞票比较韧。你看普通纸，你给它弄几下，它就变形了。那个钞票你这样子弄，它也不容易断，对不对？就是要纤维树长。好，所以呢，那个真钞哈。哦，那我们就是用，有的时候是用塑胶掺在里面，有的时候是用构树这种，但是呢，它就避免，好，跟普通纸一样。好，那普通纸它要印刷，它一定要掺什么东西，使它的表面光滑。蜡。不是，不是蜡。
OK， 好，这你就不知道了。那我再透露一点点细节哈，淀粉碰到碘会变什么？黑紫色，有没有？所以呢，我们这个假钞就怎样？它就是普通纸，普通纸就要在上面掺什么？掺淀粉，真的真的，哈。因为我们如果说普通纸的话呢，它是用纤维素把它搭起来的，那上面一定坑坑洞洞，对不对？对，那个坑洞洞要填起来，我们才方便写字嘛，哈。对，我们为了做一个比较呢，来，我们发卫生纸，一人一张。有没有人啊，要写信的时候是写在卫生纸上？没有哈，除非他在厕所里面被困住了，对不对？又找不到颜料，就沾一点那个马桶里的东西，然后就写在上面丢出去。好，每人一张。现在呢，就请各位哈，同样的沾那个点滴优点，然后在卫生纸上画图写字。然后神奇的事就会发生。好，结果呢？发现怎样？对，它的颜色没变，对不对？对。啊，为什么？没有加淀粉，对不对？哎，你如果哈，这个卫生纸上面有掺淀粉，那你拿来擦的时候会不会太滑？对不对？很滑嘛，对不对？然后呢，拿来擦脸，上面就留了一些白粉。真的、欸，好，那所以哈、哦，你知道吗？万一你肚子饿哈、哦，大饥荒，什么都没得吃的时候，我教你，对，就把那些书哈、哦、拿去泡水，哎，然后淀粉就会跑出来，然后就拿去煮，可以吃。真的、啊，我试过啊，你们回家就可以试试看。啊，你听我讲，听我讲，回家就把一些白纸有没有撕碎，然后泡水，啦啦啦啦啦，把纸捞起来，然后滴两滴那个碘酒，马上整缸通通都变成那个紫色的，真的，你再煮下去就变成一锅粥。对，搞不好去卖也很值钱。好，那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说，是的。啊，这个假钞呢，它因为是普通纸印刷，所以它上面就有淀粉，那我们就用碘酒来把它分辨出来了，是不是哈？就这样哈。那真钞的话呢，它就避免用这个，但是这件事情只限于新台币。好，你用美钞、人民币或者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世界各国的钱币。啊，你们呢？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homework 哈，甚至可以回家写一篇报告，世界各国钱币含淀粉量的比较，是这样，哎，可以当课展题目啊，没有人做这个的啊，对不对？国家经费买美钞的多好，哎，对，好啊，好，来，那这个活动呢，哈，它是很实用的，对不对？以后要分辨真钞假钞。不用买什么荧光笔，随身带一瓶碘酒就可以啦。好，那现在呢，我要请各位做一件事情，就是洗笔。好，现在我们每一组呢，就发一个碗哈。对，哎，可以发两个碗啊。对，我们现在有这个瓶子，对不对？这个瓶子呢，对，啊，里面有装水。那你们呢，要这样子做啊，就是一手拿笔，一手倒水，然后这样戳那个笔头。这样哈，不要说把什么水通通都倒进盆子里，然后下去拉，那这个水下次就不能再洗了嘛，知道吧？哈，来，好，用少量的水就可以把它洗干净，我就不需要大量的。我们都说能够用淋浴就不要用盆浴，有没有？哎，现在请大家来给笔做 SPA， 帮笔做 SPA 哦，按摩一下哦。这个就是环保啦，啊，能减少用水的量。好，现在呢，我们要发下一个材料了，来，请那个大哥哥大姐帮忙呢，我们每一位小朋友呢，啊，大朋友呢，发一张白色的纸，白纸。
然后我们这边呢要发一个药品下去，白白的哦，谢谢。来看一下我们美丽的黄老师呢，就端了一个盘子啊，来，那个帅哥黄老师就不要了，我们要美丽的黄老师。来，现在发了啊。好，要记得把那个假钞收起来，真钞交给谢老师。啊，没有人理我算了。好，那个荧光笔一定要收起来哈，要不然到最后会那个找不到。荧光笔收起来，反正叫验钞笔哈。好，我们现在发了一杯白色的粉末，请大家传阅啊，观察。好，卫生纸呢可以先放在旁边，不要卷起来，也不要用卫生纸来擦桌子哈，先不要。那卫生纸我们待会有用。对，你们看一下谢老师上课，我每一样东西用到几。那个卫生纸等一下可以拿来擦鼻涕呀、啊。好，现在呢传阅一下啊，这个白白的、啊。当我讲白白的，其实已经是观察的结果了，对不对哈？粉末啊，我讲它粉末也是观察的结果了。好，请大家传阅一遍。嗯。啊，我们那些贴心的大哥哥大姐姐，请各位把那个桌子上的那个笔套、那个垃圾把它丢进桶子里啊。那桶子就把它放在桌子下方，那这样子我们桌面上就不会有太多的东西。OK， 大家都观察完毕了哈，来，白色粉末是不是观察完毕了？对，来，好，现在一个手哈摸着你的左边的胸口，来，这叫做良心。另外一个手给我举手哈，没有，先放下。有用全部感官，眼、耳、鼻、口，手都摸过，你还没，我知道，让你摸着右边良，左边良心，五种感官都用过的，请举手。有，来，给他拍手，拍手，拍手。你尝过了吗？什么味道？咸咸的。咸的。我们拿的是小苏打呢，哈。小苏打是咸的吗？不是盐巴吧？盐巴是另外一杯啦。咸的吗？再讲一次。我跟你讲，那叫涩涩的。对对对，涩涩的哈，涩涩的，不是涩咪咪的哈，是涩涩的。有没有卷舌？没有啊。啊？你不会酸的？哎，别跑，别跑，别跑，那没事啊。沾一下，谁叫你全吃了？啊，小苏打可不可以吃？可以。可以啊，我们通常用它在哪里？汽水，汽水是反应过后没有了，对，但是我是说正常情况，面包里对不对？啊，面包哈，面包你还可以吃，但小苏打也是在家里面很良好的清洁剂，对哈。好，所以呢，谢老师今天给各位用东西都是你在家里面用得着的东西，即使是氢氧化钠，我也会说是家里的通路，好不好 ？OK， 好，那现在呢，我要请大家哈帮这个小苏打加水。然后调成饱和，对，叫饱和。饱和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把它加水，然后呢，不要加太多水，我就一直给它搅拌。来，我们现在加那个搅拌棒。来，大哥大姐，我们发搅拌棒，一个杯子发一支。对，估计了哈，估计是半杯水，半杯水哈。半杯水，对，来，小朋友注意一下，任何东西哈、哦、溶解在水里面都有它的极限哈、哦，我们把它称为哈、哦、溶解度。来，跟老师念溶解度。溶解度。对，那这个小苏打溶解度是这样，100公克的水里面最多最多溶解8公克，8%。好，像我们刚刚加给各位的那个没有几公克，但是。
感觉上好，假设它六公克，你就要有一百公，哎，八公克，你就要有一百公克的水了，对不对？那你们知道这个杯子的容积是多少？这个杯子的容积100cc，我跟你讲，养乐多是100，这200啊，我不知道，我事先没做功课，好 ，OK， 来，现在大概半杯水了，还没有完全溶解，半杯水了，它不会全溶，那所以底下会有一些残余物，对不对？那上面的部分那些。啊，它就叫做饱和水溶液。来，小朋友跟老师念哈，小苏打的饱和水溶液。小苏打的饱和水溶液。对，我们现在要用小苏打的饱和水溶液来做无字天书哈。现在你确定你的笔干净吗？好，一定要干净哦。哦，对，做化学实验的一个良好习惯是。每一次都是几乎是新的东西，啊，好来，现在请你沾它哈，然后写字、画图都可以哈，然后呢，整张纸都可以利用，白纸上，建元，那我们要配另外一个药，不是，还不急。硝酸钾，对，硝酸钾的，这，有一共有两罐，对，这一罐原则上是这一罐，你平均分掉，小杯，对，要区别，白色杯子吧，这个，那个。对啊，这很快啊！啊，你怎么蓝蓝的？没洗干净。好来，那个有些小朋友哈，那个笔画下去以后，纸就变蓝了，有没有？那什么意思？没有溶解完。没洗干净嘛，对不对？点碰到它了。啊，我们说要无字天书，结果你露馅，对不对？你本来要在他生日那天，然后显现出来的。好，这样你就知道了吧？没洗干净的后果自己承担，请把笔洗干净，然后把纸反过来，搞定，对不对？把笔洗干净，然后把纸反过来，重新再写过。如果第一次呢，算是我们不懂，啊，第二次呢叫失误，第三次叫什么？一个字，笨。第二次是忘了嘛，对不对？第一次是不懂。不懂都没关系，忘了 OK， 我原谅你。第三次啊，真的，请吞下这个字。这个笨说出来是怪怪，吞下去。这个杯子180到200。180到200 ，OK， 谢谢。大概是200。来，那朱老师跟我们讲说，我们的杯子呢，大概200毫升哈。对，那装满水就200公克啊，所以我们刚刚说装半杯的话，大概100，啊，那保特瓶一般来讲都是多少毫升？600，啊，保特瓶盖它装满水大概几毫升？保特瓶盖，哈哈，这你就不知道，这个我常在做，六毫升。那如果装粉末来讲，拿去称重，大概就是6公克，真的很神奇，哎，它是很好，所以。小朋友有时候学会就是说，我们啊不一定要什么都依赖仪器，就像刚才哈，我们不是有那个什么吗？卫生纸的话呢，你如果说我们用这个碘酒去当验钞笔，哎，发现哎没错啊，它不会变色啊，对不对？啊，如果你再用那个什么荧光笔也写下去，再去照，没错啊，它也有荧光啊。那，啊，你能不能拿那卫生纸去买东西？不可能嘛，对不对？对啊，你说卫生纸明明通过2种仪器的检验，一个叫碘酒，一个叫荧光灯，但是我用肉眼就能够分辨它不是，知道吧？啊，那这件事情就是说，我没有错，我们现在是科技时代，但是你不要被科技给绑住了，东西是被人用的，
啊，小朋友要记得啊，东西是被人用的，人才是本尊。这样啊，重点是人。好，来，那这张纸呢，慢慢慢慢的，上面的水就会干，请你记住它是小苏打。好，那我们现在呢，要发给各位一张红色的纸，红纸。好，我们大哥哥会发，请把那个小苏打呢，就放在旁边，等它晾干，不要叠起来哈，个人的纸找个地方放。笔，请洗笔开始。对对对，我们要放要写新的纸了哈，新的药笔。好，小苏打要干需要一段时间。好，来，没有啊，你们开始烧了。你的纸杯呢？纸杯呢？要放在纸杯里烧。哎，烟雾弹要放在纸杯里烧。纸杯里。对，就这样。哎，对，个人烧个人的纸杯，不要看别人，个人烧个人的纸杯。个人烧个人纸杯，这样就对了，就对了，这样就对了。个人烧个人的纸杯。李明，你的湿湿的。不要，给我，给我。那个罐头给我啊，我要帮你们倒酒精。罐头给老师，快点，给老师。来，摆在地上。啊，你要知道是谁的啊。来，这边，这边，罐头。粉了多少嘛？粉，我那个粉加的，对，应该粉的多，加很多，要多一点的，来来来，没有没有没有，来来，你开始加，来，为了吗？这位姐，为什么？谁加盐巴？你们一个人帮忙加盐巴，抓一把盐巴丢进去，对对对。放盐巴，不要，就抓这样子丢进去，就这样。啊，你也是用抓的，来，要装酒精的过来哟。啊，重的不重？好，抓一把就好了，不要那么多，对，有就好。来，来，这谁的？酒精加盐巴加硫酸铜，来加加加。酒精。姐姐，三月姐。对，自己教。对。再加几粒盐巴，再加盐巴。啊，不然他。那个还没有加硫酸铜。这个直接点硫酸铜。直接点，但是要烤纸啊。然后要把它放进去啊。没有了，那个是独立的了。这个是要烤纸的。有变绿色了，有了。来，那个装酒精的过来。盐巴，酒精。那蓝色的是什么？硫酸铜。然后白色是盐巴。然后就变成绿色。对，绿色。哎，那请问一下，这是糖加什么？那种糖加的酸钾。硝酸钾。这一条。可以请问一次，这个叫做硫酸铜。硫酸铜，硫酸好，这样可以了，谢谢。加盐巴，这个。这个加盐所以才会讲，没有很多。我上一次就在那个一个室内做，结果烟雾太大，对，警报器真的是烟雾弹。刘总统。有在帮忙，加盐了吗？哈，加盐巴变翠绿色，错离子。
那张红色的那张吗？烤了以后就颜色会翻过来。还有谁要小心？不太多，来分一半。黑色的，谢谢。为什么你这个黑的？对，然后把燃烧不完全，消防讲不够，不一样会发烟嘛。焦掉了。点火，对对，点火烤纸，好，那个。酒精啊，看不到颜色吗？加盐巴会，已经看得见了，已经算不错了。可是你要小心哦。哦，为什么不直接加硫酸铜，它还在加盐巴？盐巴黄，硫酸铜绿。一般来讲，他们都觉得这是火焰。没有啊，你如果真的只有那个酒精的话，颜色很淡。硫酸铜对啊，直接在火上面喷那个硫酸铜，就会变绿。火焰就变。对啦，但是我就是把它放在里面烧，因为它不会再喷了，我没有再喷这个动作，所以就掺在里面。不要碰到火吧，小心点。手不要烧到手脚。不再烤了哈，对，烧纸了哈，对，很多镜头呢，可以。快来烤纸啊，赶快烤哦！酒精来了。不够了。那个有在。有变回来了哈，你看这个来，这个来，小黄老师来，纸不是烧起来，鱼也来，那在这边你跟，那变成变回来，把黑的变白，白的变黑。最后要浇水。所以我们要准备水吗？教我教。哎，对不对？要浇水，浇完水以后再请那个他们打扫。其实直接扫也可以了，扫到最后，扫完了以后再浇水也可以。他们刚刚那个每个人手上都还有保特瓶。加出来做这个动作，不用了，我说这个最后大哥哥做一下吧。也加了。然后，而且无字天书。我跟他写过那张纸，所以没有那个你要上吗？对。弟弟弟弟，放下弟弟。好了，我们在三分钟以后就要进去。然后请把现场哈，那个杯子就留在原地了哈，会有大哥哥帮你们收拾。刚才还想说你是不是要做那个抓一抓，然后就转。这边就氧化还原。对啊。现场还原。
那燃烧的东西一定要先用水。可是我那个上次看到那个有一本是写咖喱粉，它就是姜黄素。对，不要花。我直接买姜黄素来做不成功。他直接买有贵的。对，不好做。你那个好明显。这个，对啊，这个。马上变了，马上变了，一半变一半没有变。要我要用啊！还有两分钟。咦，那香不要这样弄啊！我们现在烤那个纸，一锅。你的那一张纸呢？不是，是这样，有这个，有黑色，然后有白色。哪一张啊？多少？这样子的。你抢的手要小心一点，你要稳点。妈，好了，我们不要包成那样。现在火越来越大了。哎，我们要来了。那我的秘境那么好吃？是啊。我也会，我也会。哈哈哈哈哈哈。不是用烤的，用烤的，不是用烧的。用火烤这个，烤这张纸。有了，已经有了，已经有了。来，拿它去烤。对，拿小张纸去烤。先帮我拿一下。你们有很多罐头，为什么只有这样？罐头是拿来装酒精的。要烤，不是烧起来了，烧起来了。是如果要让它变其他颜色的烟，变其他颜色烟，它上面就写啊，就是加硫磺的，加硫磺，那硫磺会太臭，对呀。这实验好玩。我这边有一个这个，直接就送到外面去了。对，这是那个蓝牙麦克风，然后是我们现场直播用，所以它就会直接直播去，所有在线上观看的都会，在看的都会听到。里面其实很设备很棒，很棒的。就那个点，这个点，对。这个去烧，所以是不得已才。我喜欢这样点场地，我不喜欢太深，后面看不到。哦，我这可以走过来走过去。对，它这两侧就是才要架那个荧幕。哦，因为你老师在那边烧起来了。你大概花了几年？谢老师知道吗？一点一点慢慢的。好，那个最后啊，罐头什么都留在原地啊，罐头不要带进去，让它烧到完。好不好？来，把罐头留在原地啊！把罐头跟那个纸杯都留在原地啊，不要带进教室。好，我们准备进教室了哦。没有，你原来应该是喷那个的。因为他们刚刚好像喷错了。来进去了啊！来把纸屑带进去就好哦，哈，纸屑。好了。不要玩火啊！对。来把你红色的纸带进去，红纸带进去，其他的都留在原地啊。那个要均匀的，有啊，当然有，很均匀。来，红色的纸带进去，其他的留在原地。你的箱已经那个红色的纸片，这里还有。好，那往旁边戳一个洞，它就往旁边。现在有那个药水。所以你看，这个也可以。把红色的纸片带走，其他的不要玩。好，走了，进去了。红纸片带走。绿的还有什么颜色？
要看里面粉末什么颜色。把它香漆掉，本来那个是蓝色，蓝色香漆掉，可以回家再玩。对，香漆掉，这个叫绿化。哦，你要玩，回家玩。那个蓝色的叫硫酸铜，蓝色是硫酸，它加了硫化就变绿色。我们已经送了大送来了，是好，请把香熄灭啊，拿着红色的纸出去，酒精留在原地，让它烧到完。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请听众老师注意一下，你确定多少是垃圾的，就可以先丢到垃圾桶。然后你不确定要怎么处理的，就放。来，谁第一名？你想要带回家的，现在可以收拾。从后面算了。送给大家，现在就可以慢慢给你收到你的包包里。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没关系。都不用，都不用，就你们收拾就好了。OK， 那个胶水就会洗啊，盖住也会洗，这样就会洗啊，这样就洗了。把那一体再倒掉就好了，大胆，怎么会这样？不是，鞋子底下有。胶水了。好，那个纪念品要带回家，就是这些东西啊，这些纸张都干了啊。那个喷枪哦，你要啊？那一支10块，外面买就有。偷偷奖送给你。只有他有。偷偷奖广播出去了。好来，任何活动什么的，安全啊。那第二就是什么？环保啊。好，那个这些纸张你可以带回家，需要的话呢，我们就发夹链袋给大家，也可以放在夹链袋里面，好不好？好啊，那个刚刚用硝酸钾去烧的那个，还可以继续玩哈。我们是不是有问卷？真的要写。加链袋了。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如果要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完美的结尾结束的话，我们还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大家应该都猜得到，我们要干嘛？要发一个感谢状给我们谢老师，对不对？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请大家帮我们非常认真的填写一下今天的这个活动的问卷。这个问卷有什么影响啊？这个问卷可能决定了我们明年还有没有加入科学广场举办啊，所以真的很重要。所以我现在请我们工作人员把问卷发下去，然后同时呢，好，好，那个杜老师把问卷发去，那个工作人员。好，尤其是后面的新增加的三题，请各位朋友帮我们填写一下。填写的同时呢，来，我的右上角新的同学，谢谢，来，我先发，我要先发，热情称呼帮忙发。好，我的亲爱的狗仔队长已经 ready 了，谢谢他。那所有的朋友在你填写问卷之前，先借一下您的双手。大家是不是觉得今天的活动非常有趣，而且非常精彩？是，是，对不对？所以要给我们谢老师什么？谢谢。